有一种职业呢，专门在闻很臭的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他的小屁屁。这个工作就叫做老师，而且是幼稚园的老师或托婴中心的老师。你看，就是要闻屁屁，因为不会讲尿骚味。好，这个呢，龙味，屁屁臭臭的。这个呢，没有尿骚味。这个呢？尿骚味，这个呢？哇，尿骚味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只有一个人要洗屁屁，噔噔，就是有龙味的那一位哈、而且呢，戴着口罩还闻不出来哦。所以你看我们的鼻子为什么老师的鼻子久了都会变差，因为每天都在闻臭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常常会闻到一股屎味，就会觉得哦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结果人家没有，人家只是排气，好听叫排气，难听叫放屁。请把你的奶瓶拿给我，谢谢你，乐乐宝贝，你还没有喝完。哎呀，这宝贝喝完，耶，给你吧，耶，谢谢。阿姐，很棒耶。糖糖，妈咪讲过不能边走边吃，请坐坐。糖糖，来，什么叫糖糖？就是撂倒。喂，好的。